房有车吗？没有。存款呢？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，你来相什么亲呀？我只是一个 CEO， 公馆几百人而已。哎，你是做什么的呀 ？QQ 群管理员。神经病！你以为我就只有这些吗？哎呀，讨厌！那你还有什么呀？我微信群也是管理员。喜欢的哥哥们点点爱心哦，谢谢。